可怜可怜，也老了这个，别管他嘛，是吧？老家伙，我给你个好吃的，你居然是给我干没了，这么笨呢？嗯，思雨，王老吉，王老吉来了，王老吉先干两个蹄子来，快点，这回你抓住这玩意儿，好好啊，快点跑，快跑快跑！王老吉现在聪明了，拿着蹄子使劲跑。思雨。小四月不出声了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！哎呀，对，葡萄很小，它好拿葡萄，它蹄子不是很大，蹄子就跟李子那么大一个，并且它能抓得住。捡花生，把花生给我捡了，捡花生。花生不捡不能浪费哈，不能浪费。这四月不来呀、啊，四月家里都不来。欢迎紫竹姐，感谢老高，谢谢所有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不要打架，你们老是喜欢打呢。这一天到晚你们就打是吧，打的不吃了是吧，睡觉。思雨，妞妞，哦，佳妮在那里，佳妮在那里，思雨他们应该在那里。妞妞快下来，佳妮在那个树上，我就说王老吉在这里，应该是在树上，快下来。哎呀，他们躲在树上了，不敢下来。在树上啊，兄弟看到没？嗯，你让他下来吧。快点！王老吉啊，王老吉刚刚进来，王老吉，等他们下来，全部在树上坐起，不来啊！要来的，你们放心吧，马上就出来了。点点赞，朋友们能支持一波，谢谢大家，谢每一位兄弟们，谢谢。感谢大家支持啊！快点，谢谢实验姐，谢姐们，谢每一位兄弟们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快点捡了啊，不能浪费啊！咱们不能浪费。啊，不能浪费啊！有没有喜欢小七七的啊？小七七来了，弟仔来了，弟仔同志来了，歪嘴家亲戚都来了。嗯，弟仔，你把小七七弄哪去了？七七呢？小七七，快下来，小七七，给弟仔来个吃的。小七七来了，给你个七七，来，弟仔快。七七，玩水，你把让宝宝给人家带来，你把小七七拿给人家带。弟仔，我看弟仔把宝宝给人家带了，我看。弟仔，你给他带干嘛呀？他是你亲戚啊。现在把小七七给人家带，我看太飘了，真是飘了，快点！感谢哈，感谢姐妹，谢谢支持，小七七，七七你要爬树啊？小七七爬树了，感谢，原来是你，谢谢吗？小七啊，
七七啊，七七上去了，七七，下一个万人迷出场了哈，下一个。七七，小七七，你别往那上面扒，你爬不动不？你爬得动不？欢迎所有兄弟们啊，在哪里？在贵州贵阳。小七，在贵阳，啊，几人啊？贵阳情深，小七。小七，嗯嗯，你们看小七七到处跑跑跑，你芒果你也吃了，地震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芒果你也吃了，你也想干嘛？小七啊，万人迷马上来了，姐，马上来了，马上要来了。啊，小七七给你们看了哈。我们看一眼万人迷哈，万人迷来了，梅子带你们都给他们整一下，来来了，小万人迷来了，万人迷在吃土，万人迷在这吃土，万人迷吃土，我跟你们讲，万人迷你拿着香蕉你就要跑是吧？万人迷，你拿着香蕉就跑是吧？加德宝还没来。万人迷他是拿着香蕉就要跑啊，这家伙，他拿着香蕉就跑。万人迷，你别跑啊！点点赞，朋友们，我靠，这万人迷跑得快呀！万人迷他妈抱着香蕉就跑。你老是跑那么快干啥子呢？胆子小，胆子小的，胆子小。啊，万人迷咱们也，他不上来，那你这个斗篷我就不下去了。那等他上来啊，他上来。是不是我又踩粑粑了？咋有味道呢？咋个有粑粑的味道呢？这啥情况呢？有粑粑的味道啊！咋个？这万这玉米汤的女儿啊，吓死耶！不出来是吧？感谢自然解析，说谢你们啊，谢谢大家。花生不捡，你等会儿啊！你这芒果又怎么？思月，好了，这个江妞也不来。妞妞，王老吉出来吃了跑了，王老吉，这跑得够快呀！歪嘴。都还在树上，都还在树上，没有来啊！不愿意下来，你们叫我，咱们找一下哈。四爷，早上他们吃一次了，知道吗？最后一给他们喂一次了，他们就不出来呀、啊，这叫。歪嘴。歪嘴，感谢安朵姐，谢姐，谢谢。那抖吗？抖吗？你还吃啊？抖吗？今天还没来，今天还没来，叫他你没来。抖吗？快点，一二三，接！哦，快跑！四爷。加油，王老吉！哎呦，哎呦，
感谢支持啊，谢谢姐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走，谢谢谢姐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妞妞，佳妞，思雨，快出来快出来，七一来吸他们来，一二三接，给了给了，德玛给了给了他芒果，德玛给他芒果跑了。刚刚扔了那个芒果给他，他跑了。四爷来把四爷喊出来。谢谢支持啊，谢姐，谢谢大家。快下来下来，王老姐，王老姐，王老姐在这里啊，王老姐，王老姐在这里应该不远了。你们听，王老姐开始叫了，王老姐开始叫了。好好带宝宝哈，好好带宝宝，听到没？玉米汤他女儿，快下来，王姐，你下来，王姐，你别叫，你别叫，下来，你下来呀、啊，你倒是，你倒是下来，来快点，一二三，接接接，来倒挂金钩，来倒挂金钩，来一个，哎呦，王姐倒挂金钩，王姐倒挂金钩，拿那个梯子上去了，嗯。王姐，你往上面跑啥呢？哎，三姐还没来，玉米汤来了。王姐，这些家伙都拿去了，这些。思雨，完了，进不去啊！这边我进不去，这边，这边是个盲区、啊。不要不要，那你要啥呢？快点，人家都要捡花生，把花生捡了，把花生捡了，快捡啊！对嘛，一个一个找，朋友们别着急啊，这个只能找，只能把他们找出来，快点！哎呀，你抢人家的干啥子呢？你抢你自己去捡呢？你非要人家拿手里面的要爽点呢？这家伙是吧？感谢大家支持啊！谢每一位兄弟们，谢大家。对对对对，置顶那个就是万日迷生宝宝，他生了三天三夜，我跟你说，生了三天三夜，我们找一下，把家妞给你们找出来。哎，放到出来吧，家妞思雨，都不来，小丁丁都来了，歪嘴也不来。我是喜欢坐在上面呢，你在叫我，对嘛，不能浪费啊，不能浪费。感谢每一位兄弟姐妹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从榜一到榜十，点个关注给他们，谢谢了。有机会来玩啊，说兄弟。咦，这个才是新生的，这是新生的那个新生宝妈，今天胆子这么大，这个新生的宝妈今天的胆子好大。这宝宝是新生的，等我给他个好吃的，给他妈妈，给他妈妈来个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这宝宝是新生的，宝宝是新生的，来，新生宝宝，新生的宝宝才生两天，两三天，三天吧，差不多。生三天是前天的时候，还脐带都还没断完。宝宝很可爱，这家伙，万人迷。又来了，万人迷，万人迷啊！我看看你家万人迷，六二九，看看你家万人迷，
万人迷就要吃香蕉，其他他不要啊。这里是贵阳黔灵山，朋友们。幺九地位高啊，没人敢抢他香蕉啊，没有谁敢抢他的。这家伙单，这家伙地位高啊，没有人敢抢他的，知道吗？他地位很高啊。谢谢，谢谢大家支持哈。这家伙地位特别高。谢谢哈，谢谢大哥，谢谢你们哥，谢谢哥。哎，给罐子米吃点，给罐子米吃点，对。感谢支持哈，谢谢谢谢谢谢所有。看完这万人迷，我们去看下一个。感谢往事随风解，谢谢。花生自己后面解的，不是吗？自己去干花生，他们花生了，你们说这家。谢谢大家支持啊！四月，你不出来是吧？四月今天不想出来，万人迷现在干完了啊！现在干完了吗？谢谢大家支持啊！谢谢。快啊，快点吃吃上嘛，对不对？行，给你们看会儿。万人迷你差不多了，两根香蕉干了，两根香蕉了，他已经干了，让人家整一根是吧？等他们出来，现在就差四月跟家妞还有就是歪嘴出来，丁爷都是出来了，丁爷聪明，今天就丁爷最聪明，跑到第一个就上来了。哎，他还要吃花生呢，万人迷他要吃花生米，万人迷他不飘，你们要吃花生，他要吃花生，我靠，这都。谢谢大家哈，谢每一位兄弟们，谢你们支持，感谢，谢我是水风姐，谢谢所有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万人迷你不能飘啊，是不是要吃点花生啊，是吧？得拼手速啊，快点。
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去捡去捡，看好老师看那个好吃，你们要抢，看那个好吃，他们就要抢。万人迷不打架，他很聪明，这家伙，但是他有地位的，这个有地位，这家伙地位老高了，他吃东西没人敢抢他的，没有谁敢抢他的。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位兄弟姐妹，谢谢大家支持。万人迷啊，万人迷啊，我看看万人迷来，六二九，我看看你家万人迷，你家万人迷好好带哦，你看你这萎缩萎缩的，是吧？他妈妈就是萎缩萎缩那种，你们看他妈妈好像受委屈了似的，是吧？他妈妈好像受委屈似的，是吧？还走不了，还小，他才十多天，哪能走？可能能爬，能爬了。他妈妈好像受委屈似的，你们看他妈那表情，就好像受委屈了似的，是吧？感谢所有兄弟们啊！四爷，你快出来！忘了就出山了，那个四月同志来找一下啊，再给你们看一分钟，这个叫我们去找一下四月他们，就四月没出来，哎呀呀呀！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来，快点走了哈，我们去找四爷去了，万人迷给你们看舒服了，好的。呜，小四爷赖皮来了，赖皮来了，来，呜呜呜呜呜，赖皮快点，你拿八柱啊，赖皮你真笨，抱住啊，你得抱住，你就跑啊，快跑，赖皮太难了，赖皮，呜，哎呀，自己去捡，自己去捡，快下来，教练还没来，教练还没来，我们在找，在找四爷他们，四爷来了就差不多快来了，有机会来玩吗？快点，快点，都吃好，都吃上。小四爷，四爷同志，你们不出来？耶，四爷同志，
真的是躲起来了。呜、哦，快出来，王二姐，王二姐，王二姐，感谢玉姐，谢谢双你们，谢谢。王二姐，你们这些家伙躲到哪去了？他们吃过一次了，所以说不出来。早上的时候。前面周二也给他们干好吃的了，所以说他们就不愿意出来了。这些家伙都聪明了，花生都不要了。谢谢大家哈。万人迷了，大拇指。好的，好的啊。找地儿，找地儿了啊！嗯，呜，教练还没来，教练还没来。谢谢哈，谢谢大家支持。呜、哦，不吃了是吧？不吃，你们先等着啊，你们先等着。思雨，思雨，他们的老师在后面不出来。呜，二乖也是，二乖也是直接不出来。欢迎林姐啊，感谢。哎呀，哎呀，他好像掉线了。好像掉线了，哎呀，这些家伙，感谢周二姨啊，谢谢，捡起来不能浪费呀，香香是不是？是不是香香？王后来了，这是王后啊，这是王后啊。哎呀，谢周阿姨啊，周阿姨你到家了吧？应该，谢大家支持啊！哎呀，都吃上啊，不能浪费啊！来来来来，百万百万百万，拿着你就跑，拿着你就跑啊！嗯，不要飘。还没来啊、哦！别着急，再往他们那来，来快点，快点啊、嗯！快捡啊、哦！把花生给我捡了，全部都不能浪费。在歪嘴家亲戚都在歪嘴家亲戚，哦，歪嘴家亲戚都这样。赖皮同志，快点，一二三，接！哦，哎呀，赖皮，你接住啊！你都是来接住。歪嘴一家还没来，就丁丁出来了，就丁丁第一个出来吃了，就丁丁第一个出来吃了，然后呢就是弟仔出来了了，哦，哎呀，这他亲戚来了，他亲戚在这附近。歪嘴，你坐在那上面啊是吧？我看那是不是歪嘴啊？我看那是不是歪嘴，有点像啊。歪嘴，不是啊，我以为那个是歪嘴，长得有点像。来快点，再来一个，这叫我脚受伤了。叫脚刮起来，
脚受伤了，给你个好吃的，快！在歪嘴大亲戚，会带崽还会，好好带崽哈，好好带崽。谢谢大家哈，谢每一位兄弟姐妹，谢谢大家。王老吉倒是来了，王老吉啊，老赖，老赖给你吃个好的，快点。王老吉啊，王老吉今天倒是喜欢出来，王老吉，对啊，受伤了，刚刚那个他挂彩了，他挂彩了，这个江丽不知道躲哪块树上，四爷也是，四爷也不出声。王老吉给你两个蹄子，你老坐，把四爷给我叫出来，把四爷他们给我叫出来。把歪嘴叫出来，快点，快跑，快跑，王老吉，快跑，王老吉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王老吉最聪明啊，王老吉，你想多了，还给他那个都好了，还医啥医？他那个毛都好了，恢复了。他前几天跟老虎，这两天都好了，前几天要长一点，都恢复了。王老吉啊，歪嘴呢？歪嘴呢？四月呢？你徒弟呢？王老吉，你徒弟呢？你徒弟了，走。哎呀，你徒弟不知道躲哪去了。呜！快点！啊，这个家伙都来了，这个家伙。嗯，是哎，那个是不是歪嘴？我看那树上那个，那个翘了一个脚，那个不是。啊，翘着一个脚在那里，看是不是歪嘴？小四爷肯定还在吃奶奶，小四爷肯定还在吃奶奶哈、啊，他还没出来。谢谢大家，谢每一位兄弟姐妹，欢迎孩儿姐，欢迎姐，快点！王老吉啊，王老吉，你咋今天这么聪明呢？四爷还没来啊，四爷没来啊。王老吉，你快下来，下来！王老吉，王老吉今天一直出来哦。那个四爷同志就不见了。王老吉来，拿住，快点，快跑，快跑啊！我找一下，就歪嘴一家没来，其他的都来，差不多龙哥呀、啊、都出来了，龙哥他们都出来了。等我转个位置，朋友，我看一下，换个位置看一眼。四爷，歪嘴，那个有点像歪嘴在那里疼起。我往这边转过去看一眼，我转个圈，转个圈看一下。呜，四爷。歪嘴，哎呀，啊，他们全部躲在那个。